这个团队呢，一共是有24名中国籍游客，一名外籍游客和一名领队，共同组成，一共26人。作为资深的旅游爱好者来说，我期待了这一天很久，但是作为旅游从业者，我期待了更久，因为出境游占大规模旅行社的业务基本上要达到一半，甚至更多。 5点多就起来，因为我们通知是要8点钟到这边。首先是一个很开心，而且对，今后的这个就能够正常的，比如说出国旅行啊，说这个也非常的期待，因为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头。退休以后我们经常在外面走，我的到过很多国家，欧洲、东南亚，包括中东，这一次，又有机会出去了，我们很开心。 所以我们马上就参加旅行团。